第九届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国际博览会昨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，来自省内外200余家环保企业参展。本届绿博会以绿色引领发展、低碳创造未来为主题，安丘市10多家节能环保企业组团参展，吸引众多客户现场咨询洽谈。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啊，让安丘的本土企业进一步开拓市场，与更多的优势资源优秀企业在生产、研发、创新等各个方面开展通力合作，让更多企业了解安丘、走进安丘、落户安丘，共同做大做强节能环保产业。不少企业看重山东环保产业发展前景，已经在山东落地生根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我们一直深耕山东，服务山东。未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双碳战略的背景下，我们将继续为客户提供高效、绿色、智慧的水固气能综合解决方案，为山东的生态保护事业持续贡献力量。本次展会为期3天，期间还将举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同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及7场专业技术研讨会。